是死光的张力。今天我们要做的都市传说不是冒犯者，是搞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上了很多效果很好，对，我跟大家配合一下，跟我们开始吧。既然这样，如果你要做他的实验品的话，我有一件事情，我亲爱的爸爸妈妈、姐姐、哥哥、弟弟、妹妹、表哥、表弟、堂哥、堂姐，等等，我老婆三门子，你说一声再见啦。是一个比较老成啦，我上次借你钱的时候没有还你，不好意思啦，我没有想跟你要还你。现在也是战神哦，我们看战神到底是不是后色的，我们看他前世。哦，原来洛奇是一个什么很喜欢捉弄人的这种人。这个是战神。哇，洛奇原来做过坏事啊！原来他会打架啊！这个死战神，乱乱跟我讲话。是，我喜欢捉搞你又怎样？这个影片到尾声了，如果你喜欢，按赞、分享，然后记得吐槽这个战神，记得写战神，我要吐槽你，写什么都可以吐槽他。吐槽是念第三声还是第四声啊？我也是不知道哦。哎呀，你不要吵了，新影片见，拜。